威武再现啊！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赛事三班千二米嘅短途赛，十号系大热门啊！好咧，跳出嚟前面快嘅马咧，中间有金汇星啦，响佢出边红衫就美梦成真，入边仲有红比哥内兰，第四位紫色眼罩和道区，咁外边第五位咧，仲有呢只开心神驹最出四搭粉红眼罩钻色明陀啊，跟住个大约咧就第七位到啦，咁有魅影杨飞啦，内兰出奇宝啦，出边腾龙超影，尾三白衫威武再现，后边两只浅蓝衫电子大师红衫咧就成你所愿嚟噶。跑到对面直路中尾段啦，美梦成真放外边就开心神驹。咁啊，内栏第三位白衫金汇星啊，出边粉龙眼罩第四，咁啊仲有钻石明陀啦，中档第五位黄衫蓝帽咧就酷比哥，内栏第六啊紫色眼罩黄衫和道区，外边仲有魅影杨飞，后啲噶嘛，威武再现两中档啊白衫嘅，出边腾龙超影，尾三出奇宝，尾二电子大师，包尾嗰只咧成你所愿啊！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美梦成真有少少西咗出嚟，咁啊拱咗嗰只开心神驹出去，原栏追紧嘅马有金汇星啊，咁啊再见到外边赶上嚟，仲有酷比哥啦，马林中间追咧。仲有和道区咧，最出嗰边威武再现，魅影杨飞嗰啲马，最后一百米开心神驹占先，外边魅影杨飞上紧嚟，入边仲有和道区，中间酷比哥过终点嘅时候，第一名开心神驹，咁啊应该佢到先啊，咁啊一只喺外边追，一只喺入边追，外边追嗰只咧就五号魅影杨飞，入边咧好迟先挞得着嗰只和道区啊，咁啊至于跑第四名咧就系初次跑谷草嘅酷比哥。哇！有沈娜、苏迪红都预埋夏礼贤喎，今晚啊，又开心神驹啊，爆咗冷门啊，88倍啊，跑第二名就系五号嘅美影杨飞啊，李敬国，第三名七号嘅和道区黄俊，第四名啊十号嘅酷比哥田泰安，弹个泥闸咁啊，都即刻爆咗冷啊！今日啲骑师都好特别啊，哇！开心神驹咁啊，夏礼贤喺香港第一场头马。主要都是配搭關係，所以咁冷落啦。馬房就起碼啦。臨尾落好多飛。咁影到嘅啦，15710嘅名次，睇埋啲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系一号嘅开心神驹，独赢派883蚊，位置派164.5。跑第二名系五号嘅魅影杨飞，位置派23蚊。跑第三名系七号嘅和道区，位置派13蚊。跑第四名系十号嘅酷比哥，连赢一搭五派3447.5。三重彩，一号、五号、七号顺序派43902蚊，单贴派2843蚊。位置 Q 一搭五派783.5，一搭七派413.5，五搭七派43蚊。喂，骑翻啲重磅马，重磅骑士啊！睇翻张相先啦，咁啊，开心神驹到先啊，咪美影杨飞争少少啊，尾落好多飞噶只五号。嗰只七就惨啦，即系好有机会赢啊！其实喺里边唔知点样，好似骑唔到咁样一段时间。系啊，佢前边嗰只。美夢成真有左片右片，佢阿黃俊又唔知攞邊度好，咁啊直路大家應該睇一睇啦。當然呢邊都值得恭喜啦，夏麗賢啊。但係和道區第三，但係頭先嗰啲有1.0又得啊，都係繼續過到啊啲 pace 啊，後屘回翻1.3倍啦。應該睇下尾場就去咗邊只嗰度啊，1.0。今日場場都有呢個情況。
三揀一嘅預計派彩，勝出組合係 A3， 其他冷門派36蚊。所以大家真係不妨要留意多啲，即係啲每一個馬房嗰啲神操動態。呢只馬我哋揀唔到啦，開心神驅啊，賽前都覺得佢爭啲，但係賽前呢只馬都有彈泥閘嘅。咁呢個馬房一彈泥閘，好多馬嘅成績真係好好嘅。咁啊，呢一個動靜咧，大家不妨可以多加留意。即係彈啊，未必贏，但係唔彈一定唔得咯。呢個數據啊。好睇下騎師王嘅預計賽果啊，一號騎師潘頓積分係30分。夏麗賢嘅第一邊，好多傳媒朋友都影緊相啊，幫佢啊。好睇下四連環嘅預計派彩，一號、五號、七號、十號派1874蚊。四重彩，一號、五號、七號、十號順序就派84717蚊。好，苗禮德今晚亦都贏咗兩隻，健康在望，開心神驅啊，一冷一熱。第八場亦都有馬噶。好，翻嚟福榜見到夏麗賢啦，俾大家見一見佢個樣子都少啲喺個電視機度出現啲啊。好，值得恭喜嘅。第七場嘅巡邏影片亦都睇翻啦。咁起步比較慢啲，就嗰、是、只威武再現啦。另外一檔嘅出奇寶都唔快啦。前面金匯星出閘好快嘅，但係佢又唔夠出邊嘅美夢成真快腳。中間咧就係嗰只酷比哥啦，入邊位置就和道區。中間咧就係嗰只開心神區，大外檔咧就鑽石明陀。咁中間咧就係、是、第六七位之間啦，就係魅影楊飛。咁內側就見翻出奇寶啦，白鼻梁就威武再現，出邊走三搭嘅就係騰龍超影，包咗尾一隊電子大師同埋城理所願。呢场步速都正常嘅，两段标时间都同标准时间相约，属于中等步速赛事。我判断嗰只钻石明堂就早段你想见佢蚀埋中间嘅，不过硬系蚀唔到啦，结果俾人顶咗三跌，跑到半程而家冇埋遮挡添。咁一望空咧，佢系麻麻地噶。咁啊，金汇星都黄金包双位噶，直路初定都好似以为一队有啲细，咁啊点知都系冇一千冲得咁劲。咁啊，美欣杨飞咧就无论越追越好嘅，呢度判断就收工啦。中間一對馬都做得不錯的，我大熱門追翻第四號比哥，我威武再現都跟住路路上嘅。第七場賽事都覆榜完畢。位置 Q 一搭五派783.5，一搭七派413.5，五搭七派43蚊。三揀一勝出組合係 A3， 其他冷門派36蚊。四連環派彩，一號、五號、七號、十號派1874蚊。四重彩派彩，一號、五號、七號、十號順序派84717蚊。馬步派彩，頭關四號或者十號，尾關一號派1246.5。頭關四號或者十號，尾關五號就派54蚊。馬T就派169936蚊。騎師王最後賽果勝出嘅係騎師編號一號嘅潘頓，積分係30分。睇埋分段時間，頭段23:07，第二段23:04，末段23:42，賽事時間1分10秒16。